房东，现在月供2600就可以在广州买房了吗？对，首批共有产权房来了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报名第一批试点，其他城市也会紧随其后。那太好了，这月供人人都能供得起，那房价还要大跌啊！你知道什么叫共有产权房吗？不知道。等于你半价买房，另一半政府出，使用权是你，产权你一半，政府一半，前五年不能买卖，之后你只要补齐另一半房款，就可以获得完整产权。太爽了，半价买房谁都想买啊。等等，你有资格吗？你运气好吗？先要符合资格再参与摇号，摇中了才能买。切，那它的出现起码可以压制房价上涨的势头啊。小了，格局小了，共有产权说白了就是保障法，就是给那些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政策，就像香港的公屋一样。香港的房价跌了吗？那会影响什么呢？以前那些中低收入者买的项目可以说再见了。具体是公寓。